有如变形金刚的行动宽敞车是新竹市长辈们的最爱，不只可以玩 Win PK 打太鼓，动手又动脑，还可以 cosplay 大玩变装秀。仔细瞧，原本穿着朴素的爷爷奶奶，摇身一变成了采茶姑娘、清朝格格，还有大魔王。那你觉得好玩在哪里？看你好玩，就打扮到这样子，感觉很兴奋。从来没有穿过那个衣服。当中大家最喜欢的服务就是欢唱 KTV。新竹市政府利用公益彩券盈余益助，启动的行动欢唱车巡回服务，不只让长辈们开心，其实还弥补了新竹市地下人稠、找不到空间推行社会福利的不足。有一个阿嬷，她说我快90岁了，第一次这么开心。这边真的要感谢我们公益彩券，因为有公益彩券的盈余，让我们采购了这部欢唱车，能够深入到各邻里、各社区去。其实你我购买的每一张彩券都有部分盈余分配到各县市政府的社福单位，除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也传递温暖和欢笑。东森财经新闻张雅山、陈伟佑采访报道。